床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真贱！你怎么来了？阿晨让我来的。那你怎么迟到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临时有事儿。哦，对，你很忙，习惯让我们等你。查查，阿长，阿长，这个贱人约我来坐游轮，自己又不见了。阿长，石城，干嘛一直骂我呀？我去给你们买饮料去了。谁叫你不说一声啊？来吧，两个人手拉手，心连心，以诚相待，吐露真心，理解彼此，破镜重圆。谢谢阿成叉叉啊，谢谢你，真的至于那么感动吗？以前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再过几年就新年了，我们一起过吧。我有话要说，他要跟你表白了。叉叉，我居然活着能等到这一天。叉叉 ，Yes。1月1日是我的生日，24岁生日。啊！我差点忘了，今天很快就过完了，很快就元旦了，当然快就24岁了。哎，不是，他就过个生日，这怎么感觉像重生了一样？你不懂，他24岁之前受了诅咒。什么鬼啊？他妈妈管得很严，可是，在24岁之后，他就可以破戒了。我靠！兄弟，我很欣慰啊，我很期待啊，我很开心啊。你期待什么呀？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我啊！没有问你，你滚！你家等了这么久，我可以期待吗？你家的24岁终于要来了！快快叫你的大花车！哎呀！你要矜持一点，你不要这个样。你滚开！你管我的！乱我说，你说。一定要用上你毕生所学去改造的。陈教授，马上就过新年了，给您带了点蜂蜜杏仁，祝您节日快乐。那您继续忙，我就先走了。接到通知了吗？啊，邮件？没有啊。应该马上，坐下来等等。哦。这几天情绪都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没有梦游？没有。也没有记忆混乱？没有。也没有出现奇怪的画面？都没有。马上就满24。
家，你也应该知道，你这个学期的奖学金是我批准给你的。谢沈教授。我喜欢的是听话、努力的学生。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可是你太任性。我本来推荐你参加的国际论坛，我一直都在准备。你也不用参加。奖学金本来就应该给更优秀的学生。陈教授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为什么系里要取消我下学期奖学金资格啊？国际论坛为什么也不让我去呢？我怕你太忙了，忙着跟朋友聚会，忙着跟林和去催眠治疗，我怕你安排不过来。陈教授，我是怕您误会了，也怕您太累了。而且林医生给我做的催眠治疗对我帮助挺大的，他也说我只是压力过大而已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当初看到你的研究生申请，你对专业的热情让我很感动。我本来也想在你的学业包括你的精神问题提供帮助，但是大半个学期下来看到你有定点的变化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对不起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希望吧。来到香港这段时间，从高阶的学术兰姨，再到冯珊珊，从叉叉的母亲再到西丽蔷薇，从安杰安娜再到现在，我一度觉得自己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，可实际上我却比任何人都要弱小。奖学金被取消这么突如其来的打击，让我以后怎么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？光靠奶奶一个人的退休工资，我只能勉强支付哥哥的住院费用。就算我半工半读，也没有办法支付我的学费和生活费。原本以为新的一年会有新的开始，可新的一年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。我只知道，卑微，那么沉重，而我。这么